落到場仲有一個渴望喺度嘅，希望自己可以每一場波都爭取到入波。咁呢樣嘢可以希望帶動到啲隊友，每一個人都好有團伙去繼續比賽。咁無論我將來喺米球圈都好，希望香港足球圈都有一團伙去俾啲球迷去睇到。無論任何戰果或者每一場比賽有冇人留意都好，盡力去踢咯。自己都可能最後都可以做到少少自己開心嘅事。